都是木头。我叫田文君，这是我儿子田鹏，他于2009年7月18号下午5点左右在家附近走失。田文君，你还我吧你还我吧！行了行了，三年了，小孩长得快变化大，你们俩看自己的到底。爸，请问我哪里在村子工厂几年呢？不是，嘴里没有实话。把孩子带走。 他大舅、他二舅，都是他舅，刚说是地板都是啥？啊，啥是啥？你说孩子被拐到那家得多久才叫他妈的？我是孩子老婆。你们干什么呀你？为什么妈妈？ 人民法院为人民，但绝不为你这样的人民。你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是不是？我们怎么不能把选择和养好了？妈妈，这个干嘛？干什么？每一次都在徘徊。 给你这个，你没看到妈妈？爸爸，你要回家。